歌啊。好。两个新邀请。叫。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躺平睡觉。还不秒字啊！哇，你快闪呢、欸！当然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还。啊！那还。但我 YouTube 真跑不出来了。他今天不想理你了。他突然好了。哎、欸，被我这么一讲，他就好了不？加油！我纽约跑一二。啊，一样多。我都没有看到你。需要口，你口渴吗？需要喝水吗？可以啊，我回应了，我是确定了。哇，文丽啊！可以吗？一步。哇！跟他比。我就直接开顶改跟他玩了。然后来一个什么铁塔就倒了，铁塔。对啊，他们有些图也不会跑，你知道他们不会跑基业战争吗？他每次跟我基业战争都是跟我说 pass。停掉。除非有几率的就是突然断线。哦，可是他听不懂啊，我也会讲韩文啊，他也会听不懂，不会啊。不错啊，到时候要不要全部换魔音？现在落后了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好想赢韩国，好想赢韩国。的感觉就比较对。也是啊，不然我就用魔音啊，来啊！只是因为他们雷霸比较快，有改过，他们有改，好乐色。我感觉是一个超惨的，好惨！哎，还敢失误啊？还敢失误啊？啊！我靠，没那么惨！第二名，啊，第二名就不知道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跟？后面那两个蓝色一样中岛，直冲我三小，他直冲我，你走你的。哎，那他直冲我哎、欸，你谁准、我来，我领跑，我领跑。OK， 我领跑，哎、啊，你们都好惨一个，一刀。想说不对啊，怎么两个韩文字的啊都不在不同队的，是怎样？两个韩国人怎么一个在红队，一个在蓝队？那个是我啊，我是 V 开头的啊。说那个是韩国人，我就想说搞间谍哟。不会、啊，还是要清光魔音？不用啊。清光的、欸。哎，靠！我要我又失误。没事，我领跑。我今天状况很差哎、欸，都会在最后失误。没关系，你跑，很稳啊，很稳。赢了，胜利。我现在画面还是还在你还真的还魔音是我们车，韩国人超扯，不会怕死的。哦，你还在回家路上哦，太好了，我的直播能陪你回家了。从来没到起步，还有挑图的、哦，不会就不会、啊，还有挑图的，真的。韩国有特权，有特权，我、哦、两个都死了，不用不要不要不要，他的他的他的，他的快点追吧！哦，两个失误喽！我也跟他们连在一起。跟他们融合在一起耶！漂亮哦，爆一只！等会爆哥，找一只，那是神铲，我能追。OK， 对，跑你的，我能追。
一名通常都是在刷记录的。没有啊，少不要少。如果保证是第一名的话，那通常都是在刷记录刷快。我输了，我今天好炸哦。状况差啦，我有时候手感也是这样啊，有时候枪会 AD 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所以过了，一二确定，过了，一二确定，确定了，确定了。高手技巧，高手过招。就说时代呢，就要开自己最拿手的时代机就不行。对啊，他去开了一把。因为他们以为我不会玩抢七，因为抢七因为我玩台普都有玩过。好慢，我操！你们两个领跑，结果想不到研发自己也跟着他们连在一起。晚上你要去跑一下车队赛，好啊，我开台。这时候就跑下来啊，只要是台好，哇，我失误了，不算，只把雷四比而已，可以，没够白呀，都不查啦，I don't know what are you saying 啊，对，嗨好对，靠腰啊！韩国人，韩国人，我被你带了，太痛了吧！韩国人很，韩国人很喜欢撞人呢。他们心机都很重啊！每次我跑野房的时候，我跑到他们前面啊，心机超重，直接把我压掉。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虽然头脑是韩国出产的，可是他们韩国人开启跑跑卡丁车之后，就觉得他们的车好像都特别硬。有人失误，可以追，我是确定的。失误。失误还敢失误？哈，你们还敢失误？要飞到了，快飞到喽，兄弟！还敢弄我？太多了，准备上！我操，来了！吓死我！我想说，突然出现一个怪声音，我想说那个韩国人来了。我是确定的。好。是八百。还敢失误啊？哈。谁才是爸爸？爸爸。好抱歉，我第一个人格跑出来了。是谁在比赛？刚刚我那个加速在前面，我不要走。而且还是用那个特别用那个什么，特别用韩文，用韩文打的，我怎么玩呐、啊？那吸到我没办法，还可以按那个甩尾。用韩文打的那个兵队在比赛。我那个韩国人一看到就傻眼了。对。你玩迷你的那个有什么大有点微妙，你想的有点微妙哦。要搞笑一点嘛。对啊，就要搞笑一点嘛。他们。说不定因为这样而被韩国人拿去争相讨论。就说这到底林北在比赛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肥哦，韩国人不知道中文的意思。那这个不能打、啊，找我起名。
我要前面的。哦，这个鬼流。练的，你的屁股要被洗咯。屁股要被亲咯。这个尾流跳的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最后一名一直听不上来，这可以吗？我、哦、那个，研班的最后一个脱标，研班的最后一个脱标，漂亮，到终点，没有没有悬念，没有悬念。Nice， 也是。哦，你先骑车回去再开，好哦。韩文，我韩文，不要啦。本来的韩国人，韩国人比较强哎、欸。他今天竟然都跑守卫，哎呦！守卫哥，这不是啊？那韩国人怎么走那里？一个人才。哇！真的翻出来了！拍谁？拍谁？没事。能追吗？能追吗？不过林北好像不能翻成韩文的。是哦，漂亮 ，Daddy， 我来 ，OK， 哎呦，这个推，208，四，打我，八。确定了大在比赛了。 Nice， 第一确定 Nice、okay. 欸、我早上直接把这个片段就直接截到精华里去了。哦、欸、你看我们对韩国人多好，人家不玩，我们就不玩。你看，我们会的图，我们会的图、哦。他们会的图，不见得会赢我们。有啊，如果我选丢进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也是运海棒啊。我、哦、哎、欸，一开始就开始挤你们嘞、欸，我操！对啊，他们心居然这么重。他们很会挤，很会撞哎、欸，难怪。有点害怕去韩国当兵的。不会啊，死一只 OK 去韩国 当兵，他那么会挤，那么会撞，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被捡肥皂的几率变高了。看看你的数据给我、OK、而且他们那么会撞，我觉得会受到惊吓、啊，就比在台湾的刺激性还要高。稳稳的啦，一二。稳的。我就跟你说吧，研吧，我就跟你说，选对车。选好，选最缺的队友就好了。啊，也要自己拿手的车啊！你拿那个什么苏姿 S 啊，跟这是你吗？是你啊！你拿 S 啊，苏姿 S 啊，叫研发开，他开了三年半个月，还是没办法跟我一样啊！你会用外挂吗？用那个地煞，用地煞那个无缝微调，要比是啊。台湾挂马上被韩服抓。
虐，我看到，原来是八龙，八龙，对，在赛末点，四比六啦，六比四，六比四，屌虐，不会带吧？啊，刚刚。刚刚他自己打的，四比六。啊，四进进头，扣扣，为什么还是李然？好可怜。啊，讲到这个就会伤心入骨。四进进头，扣扣挂零卡。一万块，一万分之一都没有。我操！刚才，收尾。我是害怕说，我当完兵回来之后，跑跑卡丁车就不在了。不会啊，你想太多了。真假？我明天当回来就说，不好意思，你的账号与游戏已经关闭了。我明天去当兵了。屁戏呀！哦，你的游戏已经关闭了，是不是已经全关了 ？Oh my god！ 没事，我追。没事，我能追。这是怎样？为什么感觉很不优？哦，你吃草了，看到了。吃草了。假毒啊！哈，还敢吃草啊？吃草哥，哭哭哦。哦，不要得死干呢！是啊。OK， 赢了，大获全胜。然后多少？九十八不稳。不要卡了，操 ！Nice， 耶！太酷了。对不对？对 ，Nice，Good game。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啦，我是猫王子，平日跟假日都会在 YouTube 跟 Twitch 进行直播，想要跟我一起同乐，欢迎来找我哦。那么喜欢我频道可以帮我个喜欢跟订阅，并且把它分享出去，然后点下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